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道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好，我们各位佛友们啊，来自这个全世界的佛友们，还有心法门的弟子啊，大家晚上好。那师父呢，跟大家呢，今天啊讲一些白话佛法。真正的修心不是追求外相，是修你的内心。你内心得到了，你外相一定得到。你的内心得不到宽容包容，得不到幸福，你的外相一定是凶狠冷漠。所以很多人比较冷漠，实际上他内心因为没有啊想通，所以他没有守相戒。你们知道相都有戒的呀，对不对呀？看见不应该看的事情，你不能脸上出特别兴趣，对不对呀？一些不好的东西你看了之后脸色表一种喜悦，那你就错了。守戒的人要明白啊，心不为相动啊，心不为戒动，就是守戒了都没感觉自己在守戒。就像你们开车在红灯面前你停下来，你谁会觉得我在守戒？红灯居然我停下来我不走了，你试试看呢，你走走看呢啊。一，我们非念即念修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没有念头啊，念头才会真正的修啊。非念啊，就是非常的非念，即就是积极的念修，也就是说你没有念头你才能积极的在念，有这个不在修啊。你有念头你怎么修你的念头啊？啊，所以非心戒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你一边有念头一边想修，那你并不是在心中守戒，也不是正道。正道就是让你们放下看破啊，无牵无挂，无挂碍，心无挂碍。那么心不在相，就是没有心相。他说这个人有没有心相，真心真正的啊修心的人是心无挂碍。我没有来用这个心来修，而有些人说我要用一个虔诚的心来修我心，实际上你这个虔诚就是因为你不虔诚，所以你才想用自己一颗虔诚的心来修这个心。大家听得懂吗？啊，如果你今天已经是很虔诚了，你说我要用一颗非常虔诚的心来修吗？对不对啊？你说你今天是个好人，你用不着对别人表达是个好人，你就是个好人，你用不着走到人家人群当中，各位好人来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师父跟你们讲，记住了，一个人善和道德
它都有标准的。什么叫善？没有自己对别人的恶意、贪心，这个才叫善。你今天贪不贪啊？贪了之后你会善吗？你今天对别人恶了，很恨别人了，你这个人叫善人吗？在过去人家说假善人就这么善出来的啊。那么什么叫功德啊？啊，你道德有没有标准呢？你跟人家争、跟人家闹、跟人家吵，你这个人有道德吗？没有德呀。所以人家说没有德这个字，没有不就是叫欠缺吗？那么缺德就这么来的呀。人家为什么你这个人缺德啊？因为你没有道德啊。你缺家具，家具对不对啊？那你缺少道德啊，那么缺德就这么来的。所以要舍心修行，也就是说当你修行的时候，你要很自然的，不要觉得我在修心，你已经在修心了，你们已经是个好孩子了，你们已经会念经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告诉人家我是修心人啊？你已经在做善事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告诉别人我是个善良人啊？这就是我们说学佛应该在守戒当中啊。所以一个人讲到底守也是不容易的，想守戒想舍都是不容易。舍是什么呢？因为你觉得这样东西你自己拥有的，你就不肯拿去，不肯拿出来。因为你现在身上有一个不好的毛病，你不肯舍去，你就会拥有这个毛病。你今天喜欢讲人家不好，你不肯舍去，你这天天讲人家不好，最后就是一个恶人啊。所以修心修到后来，怎么样能够成道，怎么样能够得道，实际上就是看你的心。所以很多人连基本的做人的道德都没有，品质好，你已经在人间的地狱果道当中了。你们想一想啊，人是不是这样？你骂他，他骂你；你恨他，他恨你。你恨他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很痛苦？对，那么在地府。那么他骂你的时候你生气，你是不是在地府了？那你正在地府进地府出，那么地府把你一判，你就到地狱了呀。所以一个人一念佛一念魔就是这么来的啊。所以不要天天拿念佛经的书说着拜佛的话，但是犯下了很多口业，自己的佛心佛德有漏啊。所以真正的舍，自我都要舍去。没有自我有什么自我的？我有什么啊？所以要面子的人就执着。师父经常有意批评你们，当了很多的面，很多人的面，我批评你们，就是要你们放下呀。你做错了，你不应该接受批评吗？你批评了之后，你脸红了，说明你没有放下，你还有执着，功高我慢。首先要认清自我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一个好人还是一个不好不坏的人，还是属于一个坏人？你自己要对自己有所掂量啊，在心中不要去跟人家计较，一点点小事斤斤计较，实际上任何的斤斤计较都会造成因果。只有理解他人才能善解因果，别人承担
你才能离开恶念、恶语、诽谤和逆境。你去想想看，帮助别人，你是不是得到别人的帮助，你就不会有逆境了吗？你去全心全意的去帮助别人，谁来诽谤你？你今天离开了恶念、恶意，那么你成的那是善因果呀，而这些善因果跟它相应的就是别人来爱你，别人来帮助你，别人来改正他们自己的错误。所以有的时候在人间，不要这个人做的对，这个人做的错，看问题有时候不要在自己心中先有一个是和非，这个人讲出来的话肯定错的，这个人我告诉你没有一句话是对的，你怎么知道他没一句话是对的？这个人很讨厌，你觉得他24小时都讨厌吗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绝对的。所以真正学佛的人宽恕别人，不要用自己的邪知邪念啊，因为你对人家的不公正，所以你就会错看别人。你不能把握自己的心来用正常的观点看别人，你最后就被别人看不起，因为你看错别人，人家当然会说你这个人很没有礼貌，很没有文化，你这个人有嗔恨心，有嫉妒心，所以你的自私心和欲望心才会产生，听懂吗？啊，所以你去非常有芥蒂的去伤害别人啊，那你慢慢的一定会离开清净心啊。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有些人穿得很整洁，但是他的心不整不清净啊。啊，所以皈依正道是什么？实际上把握好自己的起心动念，凡是正的事情就去做，凡是不动不正的东西，你心念动了犯戒啊，你要时刻在自己的心当中要守戒，因为你心中戒了，你才不会啊去不认识自己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今天到超市去买东西，你很守戒，你从来没想过我要拿一样东西不付钱。师父跟你们做个比方好吗？你如果今天买东西的，你有一样东西，你今天只要心里想着你不想付这个钱，你接下来人多难受，手发抖，出冷汗，左右看，然后走到门口啊，这种自动的啊那种机器，你会很害怕的，你会害怕看到你的劣行，这就是为什么，这是你的心在动了。你今天心不动，你会害怕吗？所以当一个人破戒了之后，他才破掉了自己的人格。守戒的人他就拥有自己啊应该的善良。所以一个贪心的人有欲望，有欲望的人时间长了他一定会贪心，内心痛苦就是因为贪心和欲望。所以整天的懂得舍，帮助别人，你慢慢的会放下，会看破。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自我思维当中脏的东西，那么让这个世界呢啊和你自己的世界造成了太多的烦恼和欲望啊。所以有的时候一个欲望来了，做错事情我们可以忏悔和愧疚来悔过啊，
但有时候它是一个责任的，有的时候你愧对了别人，不是你几遍礼佛大忏悔文就能化解掉的。所以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，你心中会留有永远的痛啊！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啊，啊，要发心发愿对众生好啊！做人本来就具有的高贵的品质一定要有。道德在哪里呀？做人之德呀，尊老爱幼就是一个道德呀，先人后己就是一个道德啊，不打妄语帮助别人就是一个道德啊。所以人家说你成就你拥有的啊，行之道，就是你有品德，你有道德呀。你想想看，有道德的人就不大会烦恼，就远离灾祸呀。你做出来的事情用现在话讲都放得到台面上的，你会有凶灾呢？你偷偷摸摸的做很多事情放不在台面上，你终有一天被人家发现，你就所以就是这些问题。所以师父跟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要怎么样来理解这些问题。那个啊，跟大家呢，因为呢，能够现在靠电话教育啊，所以能够跟大家呢多多的啊，在啊这个网上啊电视多接触啊，多接触，能够让大家呢能够懂得佛法的真谛。好，那白话佛法呢？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，师父有机会给大家做更多的开示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佛，如如不动。